去年一月中旬，我内定为驻武汉总领事。大约一周后，武汉宣布暂时关闭离汉通道。初到武汉时，整座城市大小街道没有人，没有车，仿佛整座城市按下了暂停键。这期间，市民群众根据当地政府所发布的防疫政策，积极配合，齐心协力，最终迎来城市解封。去年三月之后，韩国部分地区疫情爆发，中国政府和人民群众将心比心，休戚与共，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守望相助，积极向韩国捐赠防疫物资。韩中两国一衣带水，谱写了道不圆人人如一国的新故事。两国在共度难关的过程中患难相扶，两国人民积累的深厚友谊再次真切地诠释了何为真正的同伴者关系。我们共同希望待到春花烂漫时，共创韩中友好新篇章。